机，然后上这个飞机了。你看，西藏航空还有藏族的语言的名字，好稀奇，好罕见哦。然后我已经穿上厚厚的卫衣了，听说那边很冷啊。看我，好了，现在已经上飞机了。然后我要从我的小口袋里面，拿出这个，不知道哪个土豆仔能给我送的这个预防高原反应的那个药，然后要提前把它喝了。谢谢你们给我的爱。还挺好喝的这个药。喝完了，然后呢就安静的在飞机上睡大觉，然后等待到达美丽的西藏。睡醒了这会儿还是好懵。我给你们看一个特别特别奇妙的事儿，讲。哇！而且下面还有雪，你们敢相信吗？好漂亮哦！天哪！嘿嘿。我现在已经下飞机了，然后这个机场特别有意思，是要从飞机这样走到达国内到达。看，然后我暂时没有什么高原反应什么的，然后先回酒店吧。呀，已经成功的进入西藏了，然后刚刚门口有两个小土豆崽子送了这个，感觉好有仪式感，好喜欢。就说实话，就是我有点被惊讶到，因为就是突然我没想到，就是到西藏来也会有人就是接我，因为我来的地方不是拉萨嘛，就一个没有那么大的城市，然后就送了这个，很喜欢，然后暂时还是没有高原反应。但是氧气瓶已经备好了，再给你们看看那个一路上的那些东西，好美好美。我感觉现在就是说话很费劲，呼吸挺困难的，但我觉得这不是高原反应，这不是高原反应。虽然我这个氧气瓶已经在随时一两口一两口的在吸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会好的。然后等一会儿我还想去那个欢迎会呢，不知道能不能起来去。我现在已经瘫在这个床上，就是感觉说话都好累，然后我就再睡会儿吧。对了，然后就给你们看风景，保持不动，讲，让看吧，怎么样？挺美的。OK，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天，简单的妆发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准备去种草。昨天居然有了高原反应，好吧，我还以为自己很强壮的，但昨天还是不争气的有了高原反应，也没有去参加晚会，然后就只能在那个酒店一直躺着，然后打了一个屁股，然后现在就好多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，今天的天气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热，今天还是比较冷的，还好穿了加绒卫衣。我们现在经过了这个雅鲁藏布江，西藏的母亲河。我们现在要到江的对面去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拍摄的地方，你看，有三个帅气的小哥哥在车外，好
好像又要下哈达，下了，不开心。这好酷！恭喜林凡，在对，我要介绍一下这里。他们这后面就是我们这次种草，就跟那姐姐告诉我，今年种了这个草，它是啥子？龙胆花。2019年，我们在南木林县爱百万平方，在这里地就会变好，种下了100万平方米的绿麦草。所以说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爱护环境，才能吃土豆。我要向中华环保基金会。走到这边的这个土质已经变好很多了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野生态的东西，也特别喜欢现在的这种空气气候这些感觉。其实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特别想在这边住上一段时间。啊，这种味道真的太好闻了。好，现在要来到第二个地方，就是有土豆的，然后他们就给了我土豆。在高原上刚煮好的，哇，这个哇，这个艺人就不用加了，我要叫他们多关注我。我要再拿一个，我再拿一个。哇，上面那个场景是先种了那个草，然后种了一年之后才可以种土豆。然后意思是明年那个草也可以种土豆，我们去看看土豆吧。啊，它现在是土豆花儿。我现在要去这个我们这个附近比较有名的去参观一下他们这个。你再进去了就不能拍照了，所以在门口给你拍。短暂的参观完之后就要继续工作，就中途这两个小时的空闲。太遗憾了，就是刚刚进去说要3点钟，下午3点才能开门，所以去不了了。所以我们绕到他后面看看他的。咦，好，看到了，你看夜览全景，对不对？这也算是看到了。哇，我真的走几步我就又喘不过去了，太难了。还说想在这儿一直生活，这可怎么生活？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餐厅，然后再去休息一会儿，就要对接一下接下来的活动了。还是工作为主，工作工作，耶耶耶耶耶 ！Hello， 我的宝宝们，我现在要去工作了，然后现在是。走几步就需要呼吸一次，但是还好，就比昨天好多了。好想快乐的玩啊，但是我没关系，希望等一会儿你们也会来看我的直播。天啊，我第一次录这种 vlog， 然后就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状态，实在是惭愧。等我下次给你们再多拍一些有意思的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播了。嘴唇特别干，这边，然后涂了很多很多唇膏，还是很干。哇，我现在在工作的中途，然后特别感谢我的宝宝们刚刚来直播间看我。这两个，然后现在突然下起了狂风暴雨，就是山大变麦还特别热，我的天哪！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了。嘿嘿，我的土豆仔。刚刚我终于结束了我的工作了，算是全部结束了。然后明天我就回北京了，然后坚持把这个 vlog 给录完了。然后就路上，其实我一直都在车上，然后给你们拍了很多景，然后希望你们就是勉强的看一下。然后我们这个酒店也挺有特色的。哎呦，你们原谅我这次就是 vlog 没有拍得特别精彩，还就是没有特别满意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进步嘛，就一步一步来，一步比一步好，你们才会夸我，是不是？要是第一次太好了，说不定第二次你们就不满意了。就是第二次我会想一个更好。
话说太多了，第二次我会想一个更好然后更有趣的一个话题给你们再拍一个 vlog， 等我好不好，我们还会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，这不是结束，这只是开始 you know。 好了，这次就拜拜了，拜拜西藏，拜拜。